短短三分钟的影片回顾于如暨老师精彩的一生。台中在地摄影家于如暨逝世届满周年，文化局特别办理快门时机于如暨纪念摄影展，要带大家从于老师的作品回顾台湾精彩的每一刻。所以我画面上虽然大部分都是台中没有错，可是我其实是有挑了一比较讨好的画面。那有一天所有人都会不在，来念一百年以后都会不在。那我希望呢，这是我的希望，但是不知道，尽量朝这个希望做。我希望我爸是大家会记得他是一个摄影家，所有事情都会过去，但是照片会留下来。现场的数十幅作品包括了于老师的代表作《白鹿人家》，镜头更是遍布老台中的各个角落。市长林佳龙也跟着于立先生的导览，逐一品味于如暨老师镜头下的老台中，并且肯定于老师对台湾及台中影像记录的贡献。那于如暨先生在85年的这个岁月里面70几年都是在台中居住，那他最多的作品也是有关于台中。那这个影像呢，就是如果没有记录，那以后呢也就不可能再回溯哈去找寻了。所以我们很感谢他用镜头写历史，也让自己的影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那真好啊，这像这拢是较早阮细汉时阵的景色嘛，哦。不错，我觉得其实有些作品是非常有现代化，然后包括构图，然后还有拍照的瞬间，我觉得那个瞬间真的抓得很好，都非常有艺术感这样。部分老中青来参观的民众都被于如暨老师的作品深深感动，大家一起重温老台中的美好时光。而摄影展在大墩文化中心展出到8月23号，也欢迎民众一起到场感受于如暨老师镜头背后细腻温暖的瞬间。九军台中采访报道。
Thank you.